今天我跟虎牙哥一起吃这个，他吃的是肥肠面，我吃的是绵阳米粉，但我还没有加料，我也要加一份肥肠在里面。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这是肥肠，而且里面还会有两个茄子，我给你一个吧，要不要？不用，我这里很多肥肠，我是加料的。哇，好丰富啊！肥肠真的是香臭香臭的，你做吗？一口辣了，呛到了。你看辣不辣？爆浆茄子。就有点像春春肠哎，真好吃。嗯，还喜欢吃肥肠。却比五花肉。哇，这个真的加料版。嗯，爆浆茄子是吧？这什么？我觉得很好吃，有点像去熏肉肠一样。接着。你怎么吃的比我还快？太香了，我非常没有吗？脑花，吃饱吧。啊，我吃饱了，你慢慢吃。你那么快就吃饱了？